回来啦。哎呦，都几点了？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公司团建。衣服给我。领导们全在。团建也不能喝这么多酒啊！慢点儿啊。没多少，妈，领导跟我们凑一块儿聚，显得贼有凝聚力。哎，这几人给我们洗脑，疯狂洗脑，让我们溜须拍马，跟上，工作一部分。那你行了，就赶紧坐那儿喝吧。哎，小西呢吗？哎呦，我还正想问你呢。我跟你说啊，小西这几天晚上都是十点多才回来，这干什么工作呢？啊，这干嘛呢？他这你一个女孩子家天天不着家。前两天说了嘛，新来一个领导，器重他，这两天忙。哎呦，忙得连孩子的奶都忘了。这下午啊，还母乳没有了，我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他都不接。你说到现在都没回一个。大宝没事吧？哎呦，你妈有那么傻吗？啊，我下午给孩子冲奶粉了。还是我妈。哎，妈，您还没睡呢，回来了，饿了吧？妈给你做点吃的。我不饿，妈，晚上叫了外卖。什么？哎呦，你怎么又叫外卖了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那外卖不健康也不营养。你现在是哺乳期，那回头孩子再吃你的奶，他在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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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。半夜了，你休息吧，你歇会儿。我还什么呢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啊，安静一下。这要跟我说什么呀？干嘛去了？几点不回来？加班也能干嘛？你吓我一跳。你跟我这挤眉弄眼干什么？王伟，我都累了一天了，咱能别表演了吗？那大宝一天没吃饭，你不知道吗？啊？我不是跟妈说了今天先吃奶粉吗？说了吗？说了吧，我记得我发信息了呀。我这下午开会呢，对方一个握手给我整忘了，但是我都编辑好了，就是没发出去。你看看，那妈不会死脑筋没给蛋宝吃饭吧？那妈能跟你一样吗？这么不负责任事妈能干吗？王伟，你干嘛呀？我也忙了一天，你数落我干嘛呀？那这事本来就是你错了，你错没错？你跟我较什么劲呢？你王伟，你这一身酒气，一看就是跟狐朋狗友又喝酒吹牛去了。不是你半夜回来就是工作忙，我半夜应酬就是狐朋狗友，忙工作我就是吹牛扯淡，哎，是吧？扯淡！你这几天你半夜不回来了？你刘晓西呀，刘晓西，刘晓西。你是商务，你不是小姐，你半夜你出什么业绩？你这王伟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哎呦，这，哎呦，这干嘛呢？你回头再把孩子给吵醒了。哎呦，哎，没事妈，起来，我哎，别来啊！你看我这回治完他服不服？大小王分不清了，咱还哎呦，别管，睡了。行行行，你在这里边睡吧。你睡这儿，你喝酒，讨厌！一家之主不想睡哪睡哪？刘晓西，你给我盖盖被啊！啊，还不用，真有意思。小西，吃饭啦！妈，我洗奶了，您别等我了。哎，好好说话。哎呀，不能惯着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倔呢？你跟你爸一个样。妈，我给你放冰箱里啊。哎。
小七啊，吃饭吧，一会儿凉了。妈，我不饿。哎呦，什么不饿呀？这上一天班，这胃受不了。来，吃点啊。没事妈。要点外卖了是吧？说了不听呗。不点外卖，到点你给我送。妈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慢点啊。哎，你看，还甩我。哟，气死我呀你！不会好好说话呀、啊？妈，就得治治他。治什么治啊？我看人家在治你，你傻的。